片地儿拆迁后要建公共绿地，算出多少钱，那就是多少钱。老子讲对吧？我激恼侬了。你爸真让他气死了。那爷用命换得来钞票，不好轻易动用。出去寻点事体做做。老子讲的对吧？他要光叫你老婆吗？天天看他能看出什么名堂呀？狠点儿。怎么狠？搞他女儿。你搞过几个女的？你还是跟你那个弱智在一起。假结婚而已嘛，那个丫头骗子很好搞定。小逼样子领我去龙灯上午把我家家算顾珊珊跟我去把香